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又来给你们开箱分享一个我即将要尝试的一个产品啦。那这次非常荣幸受到这个 April 22的邀请，来帮我们测试这一次他们的新品 Solo。 那为什么我有兴趣去测评他们这次的新品呢？首先真的是因为这个品牌的话，我已经有观望过蛮久一段时间了。之前他们有其他的产品也是蛮不错的，这次他们推出的新品呢，我也是对他们相当有信心，会是一个好产品啦。So 他们这一盒呢就会有20包，一包大概就是这个样，然后里面是粉状的。然后它的服用方法很简单，开一杯温水倒下去喝就可以了。建议是在早餐前或是晚餐前啦，可是如果你要更有效呢，是可以是早餐前和晚餐前都一起去服用这一个产品的。OK， 我们先来 try 看第一杯，刚好等一下我要吃晚餐啦。它就是好像有点偏 orange 味的，以上就是我对这一款 April 22的 Solo 的一款测评影片啦。那看完影片呢，我就给你们来做一个总结，就是到底我自己觉得什么被改善呢？首先很大的改善就是我的便秘的问题吧，因为其实这一款产品呢，它是有很多种维生素和纤维，所以就很帮助这个排便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的血糖吧，这款产品呢，它因为是有增加到我的饱腹感，所以就是我的血糖有被控制得到，就是像他们讲的这样，是这个是有调节胰岛素的这个其中一个功效。然后当然你们是有看到我的体重啊，可能腰围啊，都有在有小小的改变。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困扰，你想解决同样的困扰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去到 April 22他们的官网，然后去看一看那个详情啦。 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我，给我留个言都好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下一次的影片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